个那是什么定理 ？Parent convenience 定理。那其实这个定理算 CC 的定理是 parent 的定理，就是对 positive 的时候。那因为这个是这昨天是上个礼拜最后讲的比较快，所以我把那个重要步骤先写下来，然后也因为那时候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写错，所以我现在把它修正一下，大一点，再把它写好一点。好，然后二的话我就省，因为上次应该写的没问题。然后三的话是说是。上次那个重点是说，你该怎么选一个 W， 然后 W 是 transpose 的 eigenvalue， 然后 eigenvector， 然后 eigenvalue 是 rho a transpose， 那 rho a transpose 等于 rho a， 然后那这个地方就要用到第一个，为什么这个存在？就存在这实数里面，这都正。好，然后大的 W 呢，就是跟小 W 垂直的部分，那。这里的话，我就是我用还是用 inner product 的记号，就是这个的话是标准的 inner product， 就不用再那个重复定义了，标准的 inner product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检查说，这个是一个 A inverse subspace， 然后 V star 是落在 W， 所以这边你要用这边 A inverse 的话，你要用到的是 A x y 会等于 x a。transpose y， 那这个事情，好，那然后 v star 不在里面，那所以那 v star 是一个 eigenvector， 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 direct sum as a invariant subspaces。好，所以意思是说，在这组基底之下，把 w 这组基底之下，意思是说，a 这个矩阵呢，它可以 similar to row a。然后，如果那这是 star， 那这把它说 b 好了 ，b 呢是 n 减一为矩阵，
那如果 B 呢有 eigenvector， 有一个 eigenvector 叫 W bar of eigenvalue rho A 的话，则 W prime 呢一定是正负一个正的东西 W， 我用 W 一好，一定是正负的 W 一 star， 是我在。这是根据一二这样子，根据一啊，这是根据一，根据一的证明，就是说任何的 eigenvector 它的 eigenvalue 是 lambda 绝对指数 rho a 的话，则它一定是一个常数乘上那个它的正的部分。这可以得到这个，那所以这个可以得到是，而且所以你就得到 W 一和 W 的内积呢，就这个就绝对不是，它是恒正或恒负就不会是，那就得到矛盾。所以 B 里面呢，没有任何一个 eigenvector 它的 eigenvalue 是 rho a， 所以。对 A 的特征都像是，就是 x 减 rho a， 实际上 B 的特征都像是，然后 B 的特征如果要带 rho a 进去，就会等于零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是上次的证明，那我把它剪，就是我这次只写重点。再看什么问题？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今天就把，就是证那个 Perron Frobenius 定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接下来这个定理一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的推论。所以接下来都会是这个定理的。推广都会是这个定理的应用，所以各位要就是记得一下它的一些结论，好，就是这个证明的过程中用到的一些结论，都蛮重要的。好，那我写下推论。这边用那个regular matrix， 然后我发现有一些文章或一些书呢，他们会说这个是 primitive， 都一样的意思。这意思就是说，那个 k 次方是。则，哇，擦掉了，就是则这块黑板的一二三胜利。
这样就不用再写一遍。然后这个黑板的一二三成立，就是第一个是说，它有一个 positive 的 vector， 它的 eigen value 是 rho a， 然后第二个，它所有的 eigen vector 在 C 里面的 eigen vector， 然后 eigen value 是 lambda， 那么绝对值是 rho a， 则 lambda 一定是 rho a。然后第三个 algebraic multiplicity of rho a 是 E， 就是三个都会成立。好，证明。证明当然就是用到你要 apply 这个前面定理到 A 的 A to 的 K。那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这个，所以我用一些记号比较方便解释。那我让 EVA 呢 ？EVA 的 set of eigenvalues of A in C，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它是所有的在的 eigenvalue， 然后 counted with the multiplicity。所以呢，这个集合呢就等于是 the set of 所有的 roots of 这个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。好，让 EVA 呢代表这个定义。好，那如果 EVA 呢是 lambda 一到 lambda n。则这个之前应该有习题还是什么的吧？是不是 ？EVA 的 k 次方就是 lambda 一的 k 次方。我们想一下，因为是连 multiplicity 它都会保持住，所以要稍微想一下，就是说你 A 呢，它如果 eigenvalues 这些的话，你 A 可以对角化到一个上就是你有 Jordan form， 你可以到一个上三角，然后那这样的话 A 的 k 次方就会是，你就用这事情就会是kA 的，就会是你这样的话你用那个话就容易读出来 A 的 k 次方所有的 eigenvalue 就是这些 counting with multiplicity。应该是要用 Jordan Form 的理论，才就是至少要用到它可以上三角化这个事情，才可以真的说的，不是完全的小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但是我们关这边我们有这个事情，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，Rho A K 呢，它是 Rho A 的 k 次方。就是它的那个所有的 eigenvalue 里面绝对值的最大的叫做 rho a， 就是 radius， spectral radius， rho a 的 k 次方是等于 rho a 的 k 次方。所以我们假设lambda 一的绝对值呢是 rho a。好，那所以就根据定理，因为这定理要用好几次，所以我想到前面那个定理的时候，我就画一条线，特别指明它是指上一个那个定理，因为我们好多定理这样子。好，根据定理，让它一的 k 次方呢是实数。
因为 a 的 k 次方是 positive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定理，我们得到浪大一的 k 次方是实数。而且呢，存在一个U 是正的 vector， 使得说 A 的 k 次方 U 呢会等于浪大一的 k 次方 U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有 k 次方呢，我要怎么到 k？ 所以我现在选一个这个v 在 cn 里面。好，就是你注意到我这边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跑到 cn 去，有的时候在 rn， 那你要看清楚，这个时候是在哪里的。好，存在一个 v 在 cn 是一个我让 v 是 cn 是一个 eigenvector。eigenvector of a， 好，这是让 a，u 是 a 的 k 次方的 eigenvector。所以你就注意这个，你从这个你就知道 v 呢。也是一个 eigenvector of a 的 k 次方 of 这个 eigenvalue 浪大一的 k 次方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 v 跟这个 u 呢，一定会差一个。正差一个那个常数倍。v 呢一定是一个 c 乘上一个 u。哦，这个是复数的。所以呢 ，u 呢也会是 a 的一个，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，u 呢是一个，也会是一个 eigenvector of a 的 a， 也就是 eigenvector of a， 你就知道 u 是一个 eigenvector of a。好 ，u 本来是 a 的 k 次方的 eigenvector， 但是你用定理的话告诉我们说 ，u 呢其实是。A 自己的 eigenvector， 所以，然后是 AU 呢，也会是等于浪大 EU， 啊，而且是 AU， 因为 U 跟那个 V 差一个倍数，所以 AU 会等于浪大 EU。A 是 positive，A 自己是一个 positive matrix， 然后 U 是系数都正的。那这个 u 系数正，所以浪大一要是实数。而且浪大一实数它不会是零，当然不会是零，因为它的绝对值是 rho a， rho a 不是零。rho a 如果是零的话 ，a 就会是我要假设 a 不是零。a 不会是零，因为 a 的 k 次方是正。就是因为 rho a 不是零。如果 a 是0的话 ，a 的够大次方就变零。好，我写一下啊。因为 rho a 不是，所以如果 rho a 等于零，则 a 的某个次方就是零 ，a 的次方就是零。
想一下为什么。好，所以浪达一是正的，然后所以我们也找到那个 U， 所以这里这样的话就证明了第一个结论。哦，你可以找到一个 U。好，然后二跟三呢都是一样的方法。哦，你可以想见二跟三都是一样的方法。二的话就是说，如果我有一个 eigenvalue 它的长度会是 rho a 的话，那么你就把它 k 次方 ，k 次方 ，k 好，我把它写下来好了，其实都一样，好，我再写一下，证明二，如果v 呢？B 是一个我就直接写上，如果 V 在 CN， 然后呢 AB 是等于浪达 V， 然后呢浪达的绝对值是 Rho A， 那你就得到那你就得到A 的 k 次方 b 是等于 lambda 的 k 次方 b， 然后呢 lambda 的 k 次方是 rho a 的 k 次方，那所以就根据定理，根据定理就是v 呢，根据定理的二跟三。好，二跟三，二的话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这绝对值是它的话，则浪达一定是，浪达的 k 次方呢，一定是 rho a 的 k 次方，这个是二。然后根据三是说 algebraic multiplicity of a to k 呢是一，所以这个 v 呢一定是那个 u 的倍数。所以这样就走了，我上面是新的。所以这样走了，所以这个是二。那三要证明 a 的 k 次方的三的话。三的话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你用那个它可以写成类似减掉浪打一，它把它写成叫特殊降式，那它的 k 次方的特殊降式。然后根据定理的三，我们有让它 i 的 k 次方，因为它的 algebraic multiplicity 是一，所以让它 i 的 k 次方绝对值都会绝对小于让它 i 的 k 次方，都会绝对小于 k 次方，所以让它 i 是绝对小于让它 i， 好，所以这样走。所以这边没有一个人会是浪达一，好，因为三的话是说这些都不会等于它嘛，可是它们的长度都比它小，小于等于它，因为它是那个spectral radius， 所以它长度那然后定理的这是二跟三的综合，好，然后定理二说如果长度一样，那它就一定是浪达一的就是，所以这你就保证这个长度不会相等。好，这个，所以这个证明就是这样子的。
然后可能会再用那个七号。好，那这个定理是说，如果 A 是 regular matrix 的话，那么这个123这个叙述呢，这个是 Perron 证。我查到的好像是这样说，大家很多人这样说。那 Frobenius 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个定理推广到 irreducible， 但是好像很简单，所以我知道。好，不过我等一下给证明看才知道。好，所以呢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讲的是 Perron Frobenius 定理。那所以我需要引进这个irreducible 的一个矩阵是 irreducible 的定义。那我先写一下我要证的东西，然后我再解释那个数。那我们在外黑板就不要查了。好，这个定义是这样，就是第一个是说如果 A 是 irreducible， 好，定义写在下面，等一下我再解释。那么定理的一跟三会成立，可是二就不再成立了。好，不过一跟三还是成立。然后接下来有定义什么叫做 irreducible， 一开始是一个蛮奇怪的定义，就是 irreducible 的意思就是说一个 non-negative matrix A， 就是说实数的 matrix。每里面每一个系数呢，都是大于等于零，可以等于零。好，意思是说，对于任何的 ij 在一跟 n 之间，你可以找到一个 k， 使得 a 的 k 次方 ei， 然后内积跟这个 ej 做内积会大于零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是标准的内积了，所以其实这个数字是什么？这个数字是 a 的 k 次方。这个矩阵的
JI 系数这样子 ，JI 系数，比较 JI 系数 ，EJ transpose， 对 ，JI 系数。我可以写写看，应该没错 ，JI 系数 ，JI 系数。好，不然就写一下。确定一下 ，B E I E J， 但是 B E， 这是 J 的，然后是 B I J， 然后这是 A 零 E， 这位置是 I 的，所以这个一层就是 B J E， B J N。这是 B J I 这样子，这是 D I 的位置，都是你。好，顺便复习一下标准的内积。好，所以我举一个例子。这个矩阵呢是 irreducible， 但是呢，它不是 regular。你注意到 irreducible 的意思是说，对于每一个 ij， 你可以找到一个 a 的 k 次方，使得它的 ij 分量呢是正的。但是这个 k 呢，不是不见得是适用于所有的 ij。好，不见得。好，但是呢 ，regular 的话是说 a 的某 k 次方就很正，意思说你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 k 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看起来这两个定义好像乍看之下好像差不多，但是呢，他们其实是不一样的观念。那就看这个例子，这个 a 是0110，那你看 a 是0110 ，a 平方就是1001。欸，所以它满足那个irreducible， 就是你看122 EJ 已经有了，然后这1122就算是 irreducible。 那可是呢，如果你再写下去，A 的三次方又回来，所以它永远就是0110，它的不管你是几次方，它永远都是10110跟10001，看你的 k 是奇数还是偶数，所以它永远都会有0的项，永远都会有0的项，所以它不可能是 positive， 反正它不会说存在一个次方时它变 positive。 所以它就是一个例子，它是 reducible， 可是呢它不是 regular。 好，那一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在你有了这个例子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想要问说 Perron 定理呢，对于 irreducible matrix 会不会成立？那你就会发现二呢不会成立，二不会成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，因为 A 呢有两个特征都像是它，因为 A 有两个那个 A 有两个是有两个根是 x 加一 x， 有两个根是一跟负一，它的 eigenvalue 是有一跟负一，所以它的那个radius。Spectral radius 呢是一，好，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 eigenvalue 负一，负一的绝对值也是一，好，所以呢二呢就不成立。好，因为二定理的二的讲的是什么？是说如果你有一个 eigenvector， 它在 Cn 里面，它的 eigenvalue 是 lambda。lambda 的绝对值是 rho a， 则 lambda 就一定是 rho a。但是这里换就有个负一，绝对值是一，可是它不是。
绝对只是一个上不是一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所以对于这种 irreducible matrix 的话呢，定的二呢就不成立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考虑这种 irreducible matrix？ 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还记得之前讲过他最早的想法，就是说一个随机矩阵，它的那个那现在叫什么？steady state 是不是唯一性的问题？最早是想要问这个问题。那我说我有说过，就是说你有可能你的矩阵呢，一开始就是两块，那这样的话，然后两块，然后这两块呢，大家都有 eigenvalue 是一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的那个steady state 意思就是说它的 eigenvector of eigenvalue 是一的，就会有两个，所以你就不能唯一确定这样子。那所以取而代之，就是说你就是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，就是你不能有分解成两块的这种情形。好，那个什么regular matrix 呢是一个例子，它可以防止有两块。那最一般的话就是比较一般的，也不是最一般，比较一般就是考虑这个 irreducible matrix， 就是说我们可以证明 irreducible matrix 呢它就不会是有那种两块的。好，所以接下来要写一下为什么它叫 irreducible。这个定义很奇怪，就是这个定义跟 irreducible 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通常讲 irreducible 是指说，所以我先我看一下，先证明还是先讲 irreducible， 先证明啊，看一下，先讲 irreducible 啊，所以irreducible。上课时间没关系，下课时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如果我是学生的话，我就一定气炸。好棒，好贴心的老师哦。对，是我们校录影内容广告。啊？是我们校录影内容广告。哦，如果我是学生的时候，他在下课时候就要讲，我根本就不会听，好不好？我再三分钟就好，给你们五分钟，提早五分钟。所以我写下这个它的另外一个定义。好 ，irreducible 的话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说 ，A 是，这个都是对只对这个非负矩阵。存在一个 permutation matrix。A 是 reducible， 所以我先讲 reducible 比较好定义，然后 irreducible 就是说它不是 A 是 reducible。 嘿，一定细节条件它一定要是非负。对，我接下来讨论都是指非负，因为不非负的话我不知道对不对，证明都不能用。对，至少我想的证明都不能用。其实我不知道我不非负对不对，反正我们这个只考虑非负矩阵，是 reducible。如果存在一个 permutation matrix， 它是 MnR， 使得说 P inverse AP 呢是长得像 BC 零。B 呢是 MNMR，C 呢是 M
S 啊 ，R 加 S 要等于 N，R S 呢都是正的。好，那这个定义是对N 大于1的。好 ，N 等于1就没有什么定义，就 N 等于1就是数字而已，所以我只定义什么叫零就是什么。好，就是说，然后这个是零，这是 R， 这是 S， 所以是 R 乘 S。对不起 ，S 乘 R。好，零是 R 加 S 当然等于 N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定义。那 A 呢是 irreducible。If A is not reducible， 好像有点笨的感觉，但是 reducible 比较好写。irreducible 你那个写心理上就觉得很奇怪这样子。为什么我要发明矛盾症吧？就是要摆出心理障碍。好，那所以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就叫 irreducible， 因为 reducible 或 irreducible 讲的是什么意思？ irreducible 是说，当我把 A 想成是线性变换，它 irreducible 跟 reducible 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有没有一个不变子空间在里面？不变的子空间。好，所以我们说 A 是 irreducible， 意思就是说，当它想成是线性变换，从 Rn 到 Rn 的线性变换，它没有不变子空间。通常这个是 irreducible 的定义。好，通常这是 irreducible 的定义。那 reducible 就是说存在一个不变子空间，那这不会怎么样？不是零跟全部了。哦，就是我们叫 proper 的 invariant subspace， 就不是零的全部，所以我的 RS 就是正的。如果是等于零，就这个定理没有意义，这个定理没有意义，这个定义没有意义，对不起，这定义没有意义。好，那这个是一般我们讲 irreducible 或 irreducible， 其实是指说，当你想成线性变换，它的作用是可化约或不可化约。哦，就说你有没有不变子空间？那这个很容易理解，就是一个是可化约，就是有不变子空间；不可化约就是没有不变子空间。好，那可是因为这里的话呢，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说如果有不变子空间，意思说可以找到一个 P 使得 P inverse AP 是这个样子。那你有不变子空间的话，那个 P 是可以任意的 P， 只要是可逆矩阵。可是在这里这个定义是这个 P 要是一个 permutation， 哦，置换矩阵。permutation 的话，意思就是说这个 P 呢是非常简单的，意思是说。这个 P 呢，它一定是把标准基底呢送到一的某个 Z 或 some Z 这样子 ，for all i， 哦，它一定是送到 i Z 这样子。哦，对，任它一定把标准基底送到标准基底。好，我帮我这样写啊，意思说 P 会把标准基底送到标准基底，可是它会把标准基底之间做轮换，所以这样的 P 很少。那个学长要宣传一下。